有很多的这个 Kingdom 的 member 呢，到今天都还是跟我们一起哈。我也要谢谢各位在这边的每一个伙伴呢，就是过去的两年啊，也辛苦你们大家了。所以2022年呢，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大家呢会有更多更多的商机，然后钱我们一起赚好吗 ？OK， 我们开开心心的赚钱，好，开开心心的玩，开开心心的赚钱，开开心心的在一起。努力工作，一起努力的游戏，好吗？耶、yeah! ！